又满酒。这回少喝点，不多，两天才喝一瓶呢。哎呦，二兄弟，你去大哥买什么呢？拿几袋面，拿瓶酒啊。你看看来，我来买桶豆油。来，抽根烟。哎呀，你瞧，看见我在哪儿抽烟没？这不是禁止吸烟，省得还挺正规。你瞧，就买一桶油啊？啊，一个开饭店的多买点啊，这闸板泥鳅半桶没了。那你没得买呗，我多来几趟不显得你超市火了吗？要不然抽去去去。好嘞好嘞，别忘交钱啊。哎好嘞。啥事儿你就大哥？别着急，把烟点上。行。二兄弟啊，大哥的饭店你没少帮忙啊，我还请你顿酒呢。咱哥俩谁跟谁呀？哎呀，最近你没进城里看看你嫂子？没捞着时间，这不家里忙吗？没事去看看吧，看一眼少一眼。咋了？生病了？要嫁人了。嫁人？嫁谁呀？这回嫁的人呢，你看着方便了。到底嫁谁呀？你真不知道？那我真不知道啊。全村的人都知道，就你不知道。要嫁给你堂叔活济公。这不可能吧，他俩差着辈儿呢。就说呢，你说你嫂子，你说嫁给谁不好？哎呀，真要嫁给你堂叔，你说以后在村子里面你们再见面，这辈分怎么论呢？中间还有个胖丫，你说你管他叫什么？你是叫他叔呢，你还是叫他姐夫？你把我都拐了。你瞧着吧，我不能让他们结成这个婚，要不我还叫二愣子吗？二兄弟，纯爷们儿。哪天到大哥那儿去啊，大哥把欠你的酒全补回来。走，别上火啊。你说你这小子，这红心鸭蛋挺畅销的，都供不应求了，你还给我送这干啥呀？你这话说的，那你是谁啊？那你不是我大舅哥吗？再说了，我那些事儿上你没少帮我，要不是你啊，我那鸭蛋公司能开起来吗？行，我尝尝你小子养的鸭子生出什么蛋，啥滋味。哥，这鸭蛋你好好尝尝啊，这肯定跟别人家的鸭蛋就不一样。再说了，这是弟弟一片心意。哥，我想过两天给楠楠姐也拿两箱过去。啊，哥，有些事儿嘛，别想不开，别太难过了。难过什么呀？这人啊，一旦忙起来，什么事都想不起来了。五哥，五哥，哎，过来。爸，有事儿啊？你有新亮那个手机号啊？有啊，打电话呀。这么的吧，你给我传个话，你让他上我这来一趟，我有事儿跟他说。啥事儿？你跟我说，我转达一下不就行了吗？这没你什么事儿，你就告诉他上我这来就行了啊。行。我走了吧，赶紧忙去。走了，哎，好好，大婶儿。玉子婶儿。哟，喜子，啊，又来送鱼了。啊我这里池子换水呢。那刚好来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哎。
哎，这一壶不烂跳的，啊，新鲜的都是。啊，谢谢你啊。你跟我客气啥呀？咱两家对门住着，彩霞脚伤又没好，您是长辈，这点小事我应该做的嘛。我喜子真见出息了，越来越懂事了。婶儿，您说的我不好意思了。那行，我先回去了 啊。那谢谢你啊。哎，有啥事您叫我。哎，来啊。哎。喜子，啊，怎么了？喜子，给对门送鱼，象征性送几回就完了。他家搞屠户鱼餐，咱家也搞屠户鱼餐，是不是？他家没人进不上鱼，他也怨不着咱呢。你看你天天送，没完没了的。爸，你咋老这样呢？你是不是看人家摊上事儿了，想着机会来了？好把人饭店挤垮呀！这样不好。再说了，以前人家没少帮你，咱得记人家情，该帮的时候还得帮一下，不是？那你就送。你要嫌咱家的饭店办得不火，咱家的鱼也不用进了，都给他家送去。爸，你咋这么说话呢？那我这办这事哪块错了呀？啊，这两家对门住着，人情是把聚，有来也有去。不是吗？对对，你说的对，那你就跟他们拉去吧，跟他们拉，我可不拉，我怕伤手。小梅，来，你看这屋怎么样？够不够大？这么大呢这屋，哎呀，太合适了。够用不？啊，够用。行，我看行，就这屋吧。你过来，你看，这一个菌棒才3块多钱，可是它至少能出7-8斤的蘑菇。你把这个买回来，再放在这个屋里，然后给它一层一层的码上。我看这屋放它10000来个没问题。现在市场上一斤鲜蘑就2块多钱，你自己算这笔账吧。那肯定赚不少钱呢，只是不知道这东西管理起来费不费事儿啊。非常的简单，你把这个屋子里的温度和湿度控制好了，2天浇一遍水就行，其他的你都不用管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现在说也不晚呢。我们帮拿钱去，咱们买上10000个菌棒回来，咱们这屋啊就养蘑菇了。行，走走。来来，干了干了啊！哎，你俩干呢？我俩都干了，干了。我待会儿还骑车呢。我坐车都不怕，你骑车怕什么？你干了干了。喝点吧，再。请你俩出来吃顿饭呀，可真难。西凉哥，楠楠姐，你俩是我什么人呢？你俩是我胖丫的恩人。今天这顿饭啊，我跟喜子哥一块儿请你俩。对，那个他请客，我买单。吃菜呀！啊，吃。妹子，吃这个。哥，你吃。新良哥，你可真能喝！来来来，给你倒来啊，多喝点。今天要咱们一醉方休。来，楠楠姐你也喝。来来来。
高兴，高兴啊！自己的好，别看我旁边是个女，那咱对朋友是讲情义重感情。从今往后啊，咱就是哥四个啊。对，新郎哥，我喜子也不太会说话，往后能用到我喜子的地方，尽管说话啊。我随叫随到，那这杯我先干了啊。你干什么？一块儿喝啊！一块儿来，来，给我吧，你不能喝酒。我能喝。给我吧。真能喝，我真能喝。喂，爸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新郎哥，你爸怕是你喝多了。没事儿，我爸让我回村儿一趟，我姥爷找我有事儿。来，那个，我和楠楠，和我妹子。敬你们俩啊，咱们都从小一起长大，我谢谢你，帮你应该的。来，喜子，哎，好兄弟，哎，来，妹子，哥也给你倒了，你少喝点。干，干，干。这是上门服务啊，我们打警队到哪儿，你到哪儿？那当然了。哎，雪桥哥，大警呢？你想大警了？你是专门来看大警的，还是给我们服务来了？来看大警了。雪桥哥，你们不都想洗头发吗？是啊，咱们一个一个的来啊。好，来等等。哎，都别抢啊！来，这样该我先洗了。我先来。哎呦，到底是队长哦！洋洋，我看你啊，现在对李水泉比对我好啊。怎么了？吃醋了？你说呢？那要不这么着，我先给你洗。行啊，来，我先给你洗。喂，我先给你洗。哎，我让你先洗，我让你先洗。我让你先洗。哎，洋洋，来，我能走了。你坐一下，哎，真能走，我能走了。爹，彩霞腿好了，彩霞腿好了，能走路吗？能，没瘸，没有。走，爹走过来看看。啊，双圈。看你现在大小也是个经理了，遇到啥事稳当着点。彩霞腿就是好了，她也不是好腿，那不也是个伤腿。叔，走两步。小心。没事儿。叔，我能走了。你再走两步。哎呦呦，你这是干啥？你帮我说点干活。放下，你别给叔家找事儿啊。叔，我咋会给您找事儿呢？哎，这点活我能干。不行，你撒手，听话撒手。我看你上次哈，你那个就没好利索，那不是你抢着干活，你又给做了第二次手术啊。别再累着啊。那个叔，没事儿。我这回啊真的是腿好了，你看我干给您看。不行，没事儿。哎呀，爹，没多沉，你让他拎拎呗。双圈，快，我把头拉过去。给你，听话，爹。
爹，腿都好了，你说那琳琳，她说她得锻炼锻炼呢。啊，别，要锻炼，她回家锻炼去。啊，她家又大又平，你咱这人磕磕绊绊的，你真摔着她咋办？回家锻炼去啊。行，叔啊，回家去练。彩霞，干活，爹，你看你刚才，那彩霞就是腿好了，想走两步让你高兴高兴，都说些什么呀？都是我错了。大哥，大爷，请便。好，来，进来。今儿天热呀！啊，先生来了。哎，那个，把那凳子给你姥的凳子搬过来。哦，过来这边坐，都过来啊。哎呀，坐下说。嗯。好。喝口水。哎。啊。没事，自己来。好。哎，来。亮子，啊，我给你叫来呀，是想和你说个事儿。正好今天超市里没人，我要和你说的事儿，句句都是真话，你姥姥可以作证。在船上的时候啊，我这心里倒腾了多少个个，想说没说，我只跟你一个人说。和楠楠的事儿担心了吧？嗯，别担心了，该怎么处就怎么处啊。老爷，我跟楠楠现在是表兄表妹关系，怎么可能往下处？我想通了，那样不太合适。老爷告诉你处你就错，错不了。老爷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也听糊涂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心亮，你老爷这么多年就不愿意说出这些话来，他怕伤了你妈和你二姨的心。他们俩呢，从小是你老爷带大的孩子，可是他们俩不是你老爷的亲闺女。不会吧？怎么可能啊？是真的。那一年呢，淮河发大水，我哥的孩子娟子就是楠楠的妈丢了，我和我大哥沿着淮河就找啊找，没找着，找着了一个大木盆，这盆里边啊坐着一大一小两个小闺女，
就是你妈和二姨。这些年，老爷把他们养大，却从来没跟他们说过。现在也不想说，不能让他们知道，他们不是我的亲闺女。娘子，这两路，老爷就把这个事跟你一个人说了，先别告诉你妈和你二姨，替老爷保个密啊。嗯，我知道，老爷，你真是我好老爷。这样子就是好事儿，亮亮，别难受，啊。楠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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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老咯咯咯的了，来，到这儿。我老爷刚才跟我说，咱们俩根本都没有血缘关系，不是表兄表妹。真的，我没骗你，亮哥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爹人就那样，这你想想，自从咱俩好了，那我爹毛病改了不少了，不都是你的功劳吗？别想不开了，可是我觉得你爸说的挺对的，我的腿是能走路，可怎么说也是条受过伤的腿。小阿，别生气了啊。到了定于庙谢庙的时候了，今天我们上网好好查一查，这么多厂家，你想选哪家都行。这网上我都查好几遍了，是卖鱼苗谢苗的厂家不少，可依我看啊，去年给咱家进鱼苗那厂家就不错。你想啊，去年咱家鱼出问题了，人家多负责任啊，又给咱家进了一批新鱼苗，讲信誉，讲信誉比什么都重要。哎，我决定了，今年咱家鱼苗还在这家订。要去你自己去啊，我可不去，省得出了问题你又拿我发火。哎呀，我求你别再提这事儿了，行吗？你可陪我去啊。
为什么？你是我小拐棍儿啊。我才不是你拐棍呢，我不去啊。陪我去啊。那我去也行，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什么条件你自己想啊。行行行行行，我再次向你承认错误，我错了，行了吧？我以后不冲你发火了，行吗？不行。我就不相信，你就舍得我一个人去啊？不舍得。咦，你舍得？我就舍得。你敢？我就舍得，我就舍得，我就舍得。妈，你来了。干什么呢？这是？怎么我说的话就全都没记住？是不是？妈，您别生气，这我们。我们不是你认为的那样。什么样啊？别给我解释，我不听。妈，哎呀，妈，妈，你呀，你要再和这个男的黏黏糊糊的，你就不是我儿子。妈，你，哎，你。哎呀，二兄又让你受累了。多子，咱俩的事儿你到底想咋办？哎，那还能咋办？你说咱都这么一把岁数的人了，咱就到镇上把那鸡一蹬，咱把那个被窝圈咱往里一凑，那不就是一家子人呗。就你说的这么简单？那还有啥复杂的？舵子，咱们俩马上就要成一家人了，有些话呀，咱们也得好好说道说道。你要让我嫁给你呀，我可是有条件的。条件？呀，你看咱生米都快成熟饭了，咋这时候提条件了呢？啥条件？俩条件。还两个？说是。你说呀，你愿意给人那个掐算？给人这个掐算，那你那么会掐算，怎么没把你自己掐算明白啊？怎么还打光棍呢？这是一个。嗯。哎，这往后我改了不就完了吗？你说第二个，把你这乱吃东西的毛病。一点文明劲儿也没有，给我改喽。完了。完了。就这些。就这些啊。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！我寻思你得有个金山银山啥的了，你。这不就这点事儿吗？你说，咱俩都快结婚的人了，你这我能不听你的吗？好，我改还不行吗？哎，对了，二兄，那我也有一句话，我憋在肚子里好长时间了，我也想问问你。也算是一个条件。行啊。来。
你要有什么条件，也可以对我提呀。二秀，你可得给我说实话。嗯、什么事儿？说吧。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你说我这我这小心眼儿，你说我这，你说咱俩都啥时候了，我还想这？不说不说了，我小心，我小心眼儿，我。哎呀，你说你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太小心眼儿了，我去。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事了。不问了，不问了。信我了？信。经过这一年的接触，我信，真信。今儿以后啊，咱们就快是一家人了。咱俩呀，得高高兴兴、和和美美的过日子，好好对双全，好好对彩霞。兴许呀、啊，过不了多长时间，咱们就能当爷爷奶奶了。你说，哎，双桥，啊，帮爹干点事儿。哎，爹，干啥呀、啊？写几个字。啊。哎，碗呢？哎，在这儿。爹，写啥呀？你写安民告示。安民告示，好。本村村民垛子要和吴二秀结婚，望周知。爹，你要跟吴二秀结婚？不是啥时候的事儿啊？没跟我说过呀？你知道这么多干啥？咋的？你爹从小把你拉拔大，我容易啊？我这么多年光棍没打够，你爹找个媳妇咋的还不行啊？爹，你找媳妇我不反对，可是你找那吴二秀，那不太合适吧？有啥不合适？有啥不合适？我找吴二秀，你知道他那过去名声不太好。那我知道他过去名声不太好，那不都是以前吗？现在不都改变了吗？是，啊，跟你现在似的，你过去是个养鸡养鸭的，那你现在不是个红星鸭蛋公司经理吗？要还说你是养鸡养鸭的，那你爱听啊？行，爹啊，我知道。你从小把我拉扯大不容易，可是我觉得你们俩这事儿太突然了，你没跟我说过呀。这样吧，你把你们俩详细过程给我讲一讲啊。我跟你说那么细干啥？那你和彩霞的事也没给我细说。那彩霞能一样吗？那又有啥不一样的？那彩霞是正经人。你要还是你爹的儿，就信爹一句话，吴二秀现在也是正经人。爹啊，这告示我还是不想给你写，我觉得吧，你们俩不太对劲儿。你知道啥？我光跟他处相好，我就处了一年多了。
你当你爹到镇上洗澡按脚那是白洗白啊？哼，你爹有心眼儿，我到啥事儿我解决啥问题，我不糊涂。你写不写？写我照片。哎，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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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问你一句吧，你现在就让我写这告示贴出去，说你们俩结婚了，真结婚假结婚呢？你这不是屁话吗？你结婚还不假结婚？你写不写？本村村民，新亮这个孩子太让我操心了。我是掰皮儿说馅儿的跟他说，可他就是个不明白。哎呀，这不又跟楠楠黏糊上了，在一起又搂又抱的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你说，哎呀，都快急死我了。你一说这事儿，我得想起一件事儿来。咱爸让我找过新亮，新亮也见过他姥爷了，他们好像在说什么事儿，可我问咱爸，他就是不说。哎呀，我就觉得这个老爷子好像有什么事儿瞒着我。干什么呢？布什么局啊？喜子呢？在厨房忙着呢。你叫他出来。喜子呀，啊，我爸叫你呢。哦。你，把笔和纸取来。这么晚了取笔干嘛？让你拿你就拿吧。爸，你找我呀？来来来，喜子啊，请坐，请坐。爸，你整成这样干啥呢？那拿来了，给喜子。啊？记录。今晚，我把咱们家目前的发展趋势跟你们俩说一下。这是四张桌子，一。二三四，咱们家目前的四步计划。第一步，挺进沱湖，承包水面。记录。那咱承包多少亩啊？300亩。这么大呀？那人五和大爷家也没搞这么多呀，咱家就仨人，能照顾过来吗？不大点，不大点能压过他老朱家吗？儿子，咱们跟朱五合家想在致富的道路上搞竞争，想后来者居上，咱们就要加大力度。没人怕什么？没人咱们可以雇啊。进。哎，第二，随着咱们家事业的发展，你也不能总当厨师，我提前任命你为乐农家水上小餐厅分部经理。哎，进。不对呀，爸，那我当经理了，谁炒菜呀？咱们可以花钱雇厨师。我想好了，这么大一片水面，搞起水产养殖，成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所以说，儿子，你就得帮爸两头兼顾点。进。第三步，咱们俩明天抓紧到沱湖买条小船，听说沱湖那边旅游相当火呀，咱们
先把水上小餐厅办起来。那你们两个都走了，咱们家这饭店还办不办了？这话说的，怎么不办呢？不办，不办不输给他老朱家了吗？不单办，还得往好了办。那这个第四步呢？你看你妈，自己把这任务就领了。来，拿过来。你看啊，从明天开始，我和喜子主攻前三步，你镇守第四步。咱们家这个饭店，你不一直什么事都想说了算吗？这回让你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经理，来拿着。这么大饭店就交给我一个人啊？哎，对门不就玉翠一个人吗？你那么有章程，这小饭店还弄不好啊？我怕我竞争不过玉翠。哎爸，这句记吗？行，这句不用记。看，让你单枪匹马上阵做点事儿，还没等上阵呢，你先打退堂鼓了。你也不用急我啊，你这三步哪一步也离不开我。切，哎，错了，这个是第一步。好了，从明天开始咱们就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，写呈报报告。哎，写啊。承包的承咋写呀？你是承你都不会写，你说我怎么提拔你当经理啊？那不就是成功的成吗？不对吧？我觉得应该是成菜的成。这不对，你俩都不对，应该是继承的承。对，继承的承，继承的承，写。醉了祖先，也醉了。